来，我看一下这题哦。求这抛物线与 A 轴交点，什么叫 A 轴？A 轴叫 y 等于几？零。所以说，求这抛物线与 A 轴交点，你就去定 y 等于几？零。把 y 用零代代去，得到 2x 平方减 ix 减10等于几？零。这样是不是叫了？抓起来因式分解吧。所以 2x 减5。乘上 x 加2等于几？零，所以算出来 x 是几？二分之五或是几？负二。所以说以 A 轴交几个点？交两个点，一个是二分之五零，还有一个是负二级零，好不好？把这边看一下。